第二场比赛地图是全面入侵，出现在地图左下角红色的虫族 CRK。左上角蓝色虫族苗帕斯，上下点位啊，好近啊！上下点位的话就是对莽蟑螂，是的，啊，这张图也是很明显的一个风格，左右就是苏菲龙，哎，上下就是莽蟑螂。没错。我们看两位选手选择啊，现对，在，开局选择很重要。第一盘的话，大家在开局选择上呢团子，，CRK 是挺奔放的，嗯。而团这边是相对较求稳。这盘的话，大家都是裸双了，都是裸双。啊，这个地图确实放大招的不太多。对，要是拼蟑螂的话，就要看基本功了。那这样点位，前期拼狗毒豹也会拼的比较凶一点，主要哎，看看团子是不是还是这个 CRK 是啊，CRK 这边已经放弃矿。嗯，这张图的话，它是没有选择武器开。小帕斯好像是没弃矿了，苗法师这边是没有放弃矿，他要三开。团子是选择武器开了。哎呀，团子好像上面也是一个开局，上盘它不是这个开局，上面也是没弃矿的呀。上盘它是狗食开矿，啊，狗食对开对矿对对确对，实狗吃开矿，然弃后矿还就是也比不较下慢棋。的。那这样的话，开局上是形成了一个差异啊。嗯，CRK 这边整体，是会拥有狗术，很早拥有狗术，看这玩意儿他更这个主动狗一些术哦。会有什么作为吧。嗯，而团子这边的话是要选择一个四女王的防守，看他四女王防守以后是出蟑螂，还是像上一盘一样继续提小狗速度，然后中期选择一波爆狗，啊，先插一根管，我好稳，这换我肯定不插的。哈哈，怕嘛，这盘赢的就出现了，求稳，现在在心态应该是稳住。有赛点在手，怕什么？就应该拼一点。嗯，再拼一点就出现了。不过三啊，很不稳的，ZVZ 又是一个变数比较大的对抗。打比赛不能这样想，嗯，打比赛这样想的话，你很难发挥出自己的实打比力。赛就要想拼死你们。特别主要是你要看面对什么样的选手，嗯，你面对是跟自己一个级别的选手，哎，那你就不要想求稳什么是的，的，该怎么打就怎么打，对嗯。吧？你如果面对的是一个业余选手，比自己弱很多，那只要稳着来就行嗯，了。前期亏一点，我中后期也扳得回来。对，好，这边我们看，Silky 这个开局挺标准的啊，毒豹虫蛟直接在二矿那边卡身位，然后直接农民下出去开三矿。好，看一下这边蟑螂虫草。嗯，威尔法斯这个打法估计是不升狗速了呀，他直接要对，出蟑不螂剩了。狗数的。这边 BV，BV，再来两个 BV。嗯，而这里 CRK 就选择爆农民啊，这盘我也不 rush 你了啊，我也是走经济，家里放蟑螂虫草。我觉得口还是有必要堵一下的。而这边喵化师是要选择一波了。哎，他提狗速，这样狗这是将要一波了啊，一不然不会波。提狗术的，不然不会提狗术的，哎呀，一波了。我觉得他这样打是对的呀。这个上下点位接兵又近，对吧？走一到两步就走到脸上了。现在双七在踩爆蟑螂了，看 Silky 这个房子能不能第一先看到？他好像侧面藏了一些狗。也没进去看啊。这边也是在出蟑螂嗯，他挺稳的，4分半，先爆一波蟑螂再说。，CRK 也是想要莽，对，啊，他也要莽。那这样双方对莽的情况下，CRK 是多一个基地的。哎，野外遭遇的话，我感觉这喵巴斯后续可能有点乏力啊，他只有两个基地。看一下，第一波蟑螂的话，数量现在。16打9，这个要小心一点，将来要集嗯，合起来，不能够就总冠军就这哎，样。哎呀，一这这里这要团退一子这下，边要有退优一下。势，是的，等后续将接上再打。这里可以，这里可以，火将能到了，狗扑上去，
B 队对手蟑螂，好，还可以啊。毕竟多一个基地的虫卵、嗯，这后续爆狗的话，你看明显团子钱用不掉，而 CRK 钱用的很干净。是的，顶的很靠前哦，里面换的还可以，砸，火枪有些损失啊，但后续接狗的话打不过呀，并不能打过啊，团子。反正团子已经不好打了，非常不好打了，因为最强势的一波被挡住。嗯，这一波好像被对手完美化解。而且他现在没有三吸力，CRK 现在全力的暴兵就往你家里面怼，虫卵又够对吧？我农民数量又比你多。CRK 现在其实最好的选择是放个 BV 圣域攻，然后回家防守，出二三二本就好。他女王都爬过来了，他应该不会再等了，他想的是干死你，莽虫上脑。是的，这把是蛮凶的啊！我看有一根管子做支点。女王能量很多哦，砸到了，火中了。哎，这边我们看稍微退一退，退到管子的防守范围之内啊，这个管子可以拖很多的时间，它奶量挺足的。好，现在可以求稳，对，下避孕。好，现在对于团子来说，他的翻盘机会只有赶紧偷啊，偷飞龙、嗯、啊，爆蟑螂爆地面肯定是打不过的，因为对手的虫卵比我多，一时半会儿开不出来。好，我们看这边想砸哎呀，火枪动一下火，两个人二本进度都差不多啊。现在我觉得 Selky 可以考虑一两个农民的摁，慢慢再把农民补一点、反正压着对手也比较主动嘛，他好像回去了。Selky 的补农民真的是一波虫卵要摁农民全部摁，重组补农民就是得这样，就必须你不能，其实两个补啊，这样是一种就是最亏的行为。嗯，啊，你就会发现你补的时候，要农民没农民，要兵没兵，要不就全力爆兵，要不就全力补农民。而且流卵也还是一个很好的习惯，你不能一波摁死啊。好，别防。流卵是在什么情况呢？流卵比如说前期，你发现对手要 rush 你的时候、哎，在这种时候的话不会流卵的。嗯。这边团子还是选择了暴击面，哎，这样一旦你选择这样的暴击面，你这盘其实就已经很难了。对，啊，因为对手三基地虫卵首先比你多很多，你这边三基地还没好，对手三基地已经开采了，而且他每喷一口虫卵就比你多四个卵。是的。房子过来一看，哎呀，对手三矿已经这么多农民了、怎么办？攻防速度上来说也是 CRK 更快。为什么团子的农民数量反超了？但是他没有采啊，远程采矿啊，对，这个效率很低啊、嗯、对吧？你看兵力上人口现在差了30。好，看下收入也是 CRK 更高。你看，虽然你农民多，对吧？这一波蟑螂过来要命呢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六个女王，一攻带提速。好，我们看这个位置，在坡口打，坡口打这个 CLK 要退一下，阵型不好。顶正面的话，团子过来卡这个路口，这个卡这个路口啊，往上走嘛。好，放他下来了，正面接触的话，兵差太多了。是的。散开，躲一下，躲一下火。女王数量太多了，这奶打不过了，打不过了。嗯、纵火，但现在就算纵火也没有用，兵实在是多太多了。嗯，这多了一倍多的兵。这打出机器只是时间问题了。嗯。我能看出来这个团子，这个 CLK 好像还是有点不习惯。奇迹，这样恭喜 CLK 是把比分扳成了1-1平。是的，把悬念留到最后一局了。对。